所行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先看过去的公司法，现在我可以讲过去，因为公司法现在已经长得不一样了。过去的公司法它适用大型公司，公开上市公司，它呢有董事会，有股东会，一股一权，股东投票什么的，然后呢他的想法，背后的想法是保护一般投资大众。而这一套公司法它基本的设计理念几乎是工业革命之后这个长期以来就欧洲大陆为主的这种想法。那么但是台湾呢的传统公司中小企业为主，98%它的公司性质是什么？股东人数很少，持股比例或者说持股的转换变动都很少。那像这样的公司呢，但是限于公司法，它都被迫只能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它的董事会也在开，股东大会也在开，但是老实说很多大概只有会议记录，没有真正开会了。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 OK， 那另外 我之所以切入到这个问题，主要我刚刚讲我是为了新创创新创业这些人，那他们那边发生什么事，他们说台湾要新创公司不必的，我就到开曼群岛去就好了，因为台湾太复杂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我们需要。那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创业对创业者跟投资者都是问题一股一权，股东大会比例，股东大会是在比持股比例的，董事会是在比董事席次，那你就搞创业的人搞投资的人，哇，被这个搞死他觉得说对他没有保障，那投资者权益保障不足，不愿意在台湾投资，然后创业者筹资困难，没有办法在台湾顺利创业，所以呢他就到开曼到维京群岛去了。那么有鉴于这种情形，那我们怎么来处理呢？给新创事业较大的自主空间，它可以运用多元化筹资工具，更弹性的来做股权的安排，一股多权来保障这个不必一股一权，不必每张股票都是10块钱那么保障创业家经营权，可以技术跟劳务入股，而且他这个技术劳务不限于狭隘的技术，说你一定有什么发明专利啦，什么什么不见得，有时候你光你有个人脉，我成立这个公司需要你这个人脉那你就入股吧，你就当我的股东，然后我们用约定的方式，你入股你值多少钱 ，OK， 那么有了这种弹性，我们构想中要这个弹性。像我刚刚讲，任何事情要改变现况都会遭遇到阻力，因为这个我们是挑战现有的公司法，打破一拳一股一拳，学者第一个跳出来，公司法的这些权威学者通通跳出来反对，说你们在谈什么东西那然后呢，另外呢，技术劳务入股有建价问题，会计师说我怎么建价然后这个公务员有异议，说税我怎么收 OK， 所以呢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我们这是我们这个院里面有一位这个律师出身的那个蔡玉玲蔡政委，他就想出一个办法因为当时也在想，我要不要针对这些问题，我专门立一个新的法，一整套新的法。后来发现这个工程太大，所以呢，后来想说，我事实上只修改公司法中间一部分的例外所以我其他不要动，我其他还是就引用公司法，我只有把要例外的部分我把它做相关的规定，所以后来的决定是用动最小的工程，公司法中另立专章来适用于未上市或上市前的公司就是避开它这边的一些前提你等到要公开上市的时候，对不起，你再回到公司法去，但是你在没有上市之前，新创公司之前或是甚至你的传统的这些公司，你觉得说哎呀，股份有限公司对我来讲太复杂了，我要重，也不算重新登记了，你把你公司章程改一下，
变成闭锁型也可以啊，啊，然后呢，像这些啊，这个它究竟值多少钱呢？你每股啊，这个股跟股之间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啊，张三有的股跟李四有的股，你们权利义务关系要关系是什么了？像写合约一样，把它写在公司章程里面，把公司章程相当于一个合约啊，这个股东之间合约这样来写。然后像这样呢，你甚至还可以写到什么呢？如果我的股票将来要移转，有人要买，啊，我可以写说，讲好条件，我这个要跟你绑在一起才能买，才能卖，或者说我要跟你切开才能卖，都可以看你的设计是什么，那么都可以事先约定，写入公司章程，啊，只要两边约定好，第三者新的。Newcomer 他要进来，你看公司章程，你接受公司章程，你来跟我谈嘛。你不接受公司章程，这个，我不稀罕你啊。你不来，我还有人要来。如果说是你搞了半天，你想要处分，结果都没有人来，那对不起，你去修改你的公司章程，修改到人家愿意来嘛。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理念。啊，然后呢，像这种技术劳务股份的价值不另做依公司章程的约定不另做建价。然后实现利得之前也暂缓课税，啊，你约定的说我这个值5000万，但是我始终没有去处分它，那我也没有获得这个，那你课税也没有基础啊，啊，建价你可以按照那个，但是课税的时候你根据一个公司账券来课税，我没有真正发生利得，等到我真的要移转要转换要把它啊实现的时候，那时候再来算我的账，所以呢效果是什么？公司法我们没有去影响它，但是增加了专章之后，公司法对创业家友善，而且跟国际接轨，啊，所以呢，现在就说也有些年轻人说，太好了，啊，因为如果他会被逼得到开曼去设公司，我跟你讲，万一发生纠纷的话，啊，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这个动辄一个官司就$100,000，啊，那在台湾不会有这个问题。那么所以呢，对创业家是好消息，然后对于像刚刚讲的这些传统的中小企业，啊，对他来讲他也多个选择。